我爱你，谢谢你帮我煮饭。你好不客气。最爱你了，啾咪。我也真爱你了，啾咪。你知道妈妈平常在哪里上班吗？他晚上就比较晚会睡，就要把手机里面的工作做一做。回家还要做手机工作，有的妈妈洗一个就够了，有的洗两个，你们妈妈要洗四个，非常的辛苦。谢谢妈妈。喂，你好。喂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我也好爱你呀、啊！那你有没有要送我礼物？我准备了一个束花给你。一束花？你现在跟谁在一起？卢秀叶。哦、，OK， 卢秀叶 ，OK， 赞！我喜欢你，直接叫我名字，赞。很正啊 ，OK， 好。又有礼貌又懂事，妈妈教他教得很好。只要我们的家人很快乐、很健康，那妈妈们再怎么辛苦，她都不会觉得累哈。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妈妈，自己也要重视健康，自己也要快乐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！